对，在线征婚。你多大 ？C。我说是年龄。一男是01年的射手座。01年，我98年没长开，可能人家比较早熟一点。现在上班还是上学？上学。月入几万元？差不多10个吧，这样。10个？你觉得我可以保护你？我觉得我可以保护你。你觉得娶你需要多少彩？我爸说我们家彩礼就是18000这样子。18000？18000的彩礼，那我不得在线打款。平时会拍擦边视频吗？咱们这是大大方方的性感好吗？对。你想要整怎么样的男生？感觉到位了，狗都谈。谈过几个？2个。两个需要用手吗？哎呀，扎你一下了你就信了，你怎么那么好拿捏呀、啊？你给自己稳计打多少？9分，这是少一分，怕自己太骄傲，还可以再进步一下。谁来跟我锻炼一下？蹲蹲蹲的技术怎么的？一杯就倒。那他们是怎么追到你？很会说话，然后很主动吧。你真好看。你觉得你自己胖吗？微胖 YYDS 好吗？不懂肉腿的有难了好吗？胖到了该胖的地方，兄弟们，我帮你们先看了啊。你有多少万粉丝？全网100万吧。靠什么吸引他们？靠我的美色吧。